扣二的进攻。在组织后排进攻，张昌宁将球打中。发球的是泰国队的五号副攻本吉，一传不错，好球。中国队要抓住前排三点攻的机会，好球，这一对一直接把球拦回，啊，拦死。他的一传不错，二次吊球被中国队防住，这是比赛的专注度的体现。泰国队防得很耐心啊，这次的斜线左人也把球很好的防起来，好球。在四号位当中呢，张昌宁发挥了自己的优势，保护起来。张昌宁的进攻呢，就面对开网球还是打出了他的威胁。也是组织快球，好球啊！再给到四号位，这次打到了，很好的利用了网长啊，给到张昌宁四号位的进攻。好球，给一个快攻打到，还是四号位，好球，这是界内。还是给四号位，好球。费飞的掩护给到四号位，中国队四号位扣球，连续得分。好球，四号位的轻打。哦，好球啊，好发球。球发得非常深，泰国队的球员没有预料到。一传不错，这是机会，四号位进攻，好球，四号位的扣球完成了得分。抢一个速度，好球。好球，还得是给到四号位。扣球漂亮，张昌宁在四号位的扣球得分。这样的话呢，中国队就是3-0战胜了泰国队。我们祝贺中国队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